王兴伟推出来砍两分球跳过去，被封下来，裁判没有吹犯规，周伯勋再拿到，周伯勋球出手得分，这球是算的哦。哎呦，结果朱一中把球抄走，从白煞的手中把球给抄走，因为白煞刚还在跟裁判 argue 那个球就被抄走了。要篮底下周伯勋，篮下周伯勋单打，他再拿到篮下再起得分。这场比赛 S 莱尔鱼队的策略有点不太一样，周伯勋反而现在变成一个主攻手。哇、哦、！S 莱尔鱼队的球权，陈顺祥切右边，顺祥靠对方身上、哦、打得很有经验，厉害啊！顺祥这个球就是白煞的 wide open， 他没有投进，我追到这个长篮板。哦小猪的反应也很快，球找到郭汉得分，但是这个球弹进天心子还是得力了。陈、顺祥跳投好，投球还在 X line 鳄鱼队这里，是朱一中投进了两分，被拿到。这一队哦，这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。哇，这边看起来好像就是犯规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陈顺祥跟苏格应该是彼此12-9。哇！这交给白煞，白煞启动了，但球被朱一中给抄走。哇！我的手很快啊，这个判断。朱一中背筐打进来，要打王兴伟这个点，转身的出手，朱一中得分。面对周伯勋，看起来没有太好的机会。白煞切中间撞到一堵墙，吹的是朱一中的犯规。对手过去都是打过 SBO 的，拦下朱一中的出手，再找朱一中，朱一中底线转身，这样也有大转身。先弹进天鹰者，另外一个麻烦是犯规已经六次了。哇，20-13。投进来，白煞的出手，后面被犯规，受伤了。这个飞得高也摔得重啊，好像打到头啊。